传出去，它像阳光温暖我和你。它是我的阿嬷李香雀，它像太阳一样温暖大家。我的阿嬷总是笑眯眯的，很欢喜，大家都说我的丹凤眼跟阿嬷很像，我们是笑眯眯家族。爱是摸不到的感觉，我好像是阿嬷的时光机，只要阿嬷忘记的时候，我都可以重新倒带播放给阿嬷看。阿嬷会上台表演手语，跟我一样，她说手语可以把经文用温柔的手势传达出去，让看到的人很欢喜。那他们怎么了？土耳其这次很地震很大，死了很多人，好可怜啊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帮帮他们？施工上人说很心疼啊，就是要帮忙啊，那怎么帮忙你说的？那我们来做吊饰义卖吧。好，感恩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，大家都加油，加油。我很开心可以跟阿嬷一起去环保站，把我们的手工吊饰拿去义卖。阿嬷经常去环保站，我也很喜欢一起去。因为阿嬷说环保可以让垃圾变黄金。我小时候去环保站，师姑师伯都会抢着教我怎么分类，我现在很会分了，有时候会跟阿嬷比赛看谁分得快，但是我每次都输她，阿嬷分得实在是太快了。这次大运加油哦，我们这边有猜谜游戏哦，可以送节烟品哦。阿嬷除了会做环保，还会做很多志工服务。我是廖颖真，今年七岁，我的阿嬷李香雀71岁了，她总是笑眯眯的。她说，做慈济帮助人，救地球最快乐，我也是。